医院去。他说因为被鲨鱼咬是大事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呢就被记者拍，然后他就躺在床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的裤子还有特写哦，这样子，哎，他刚刚那个裤子上的这边就割了，然后就有那个鲨鱼的齿痕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个呢是爸爸带着女儿去海边游泳，结果没想到呢又有一只鲨鱼过来，把他女儿直接拖下去一公尺的地方，就他爸爸反应很快哦，直接拉住他女儿，然后呢另外一只鲨鱼在腿那个地方，然后就跟啊啊啊，鲨鱼很聪明，他都会挑嫩的吃。结果那个爸爸很聪明哦，就过去就捶那个鲨鱼头，咕咕咕咕咕，一直捶一直捶。然后鲨鱼就鲨鱼，然后就逃走了。OK， 这故事蛮深的，五 D 的哦。然后那个鲨鱼呢，咬把那个女儿的那个手、那个腿全部都咬断掉。结果他被记者拍的时候，没有手呢，没有一只手没有这个地方，另外一只脚没有这个地方，就是恶心吧。所以如果你要去海边的时候，一定要很小心。而且你知道那个小女生被鲨鱼咬的地方呢，就以前就到这里而已，这里她就被咬。你是缺人家，你真的很奇怪耶。小姑，就上次你跟梦竹是不是在那边，在新月沙滩不是在那边游泳吗？没有，我们不是两个坐那个叫那个叫什么游泳圈的地方吗？就差不多到这里而已。切人家奶奶哭这样好吗？而已就被咬了，你看那个鲨鱼有多饿，有多饿，好饿哦，对不对？很饿吧？姑姑意思是说那个海滩水很浅，它为什么那个鲨鱼它都要咬女儿？对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它会分辨，男生可能会跟它打斗。